啊，这是时候我看小雨的哦，音乐的啊，终止999，终止喽。你的还有那个 WiFi 信号只有红色格子，有没有很厉害啊？我知道甩是洗牌，可是他应该有一个就是可以把它弄回去吧？你也不知道啥？甩 R 是洗牌吧？刚 R 是洗牌。啊，是洗牌啊！现在等下载，我也画图。就给你，没有啊，没有要发牌了，你要多久啊？没有要发牌了。它是一个蛮新颖的游戏。我看一下，四分钟。哇，怎样？你很久、啊？我昨天十分。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十分还好。可接受了。觉得有心情麻烦的是你玩到第二轮的时候。你说还要洗牌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那要记住它是什么东西。你要玩了你就知道了。哎、你有玩过水果盘吗？啊？水果盘就是玩那个扑克牌，比如说那个大家取水果的名字，然后发到一样的牌，你要叫出那个人的那个名字，然后之后就是可能你乱取名字之类，它就是类似这样的游戏。哦，反正就是看到那个东西，你就要叫那个名字，没叫出来你就先取，第一次先取名字吧。然后第一次先帮他取名，先帮他取名字。哦，就是新的你翻到你新的就要先帮他取这样。哦，对，那就是变到说你看说我们有没有规定说名字，比如说你要限制几个字或者是什么。好好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。太难了吧？这个的规。规则简单，然后又很麻烦。这游戏太难了吧？这游戏。然后最后你叫先最先叫出名字的人可以拿那张卡牌，最后就算谁的卡牌最多，谁就是赢家。哦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怎么翻牌啊？哦 ，F。那你输。哇塞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最近记忆力衰退。那我们前面要。简单一点，后面再难一点。我现在可以退出了吗？我也想退了。那我顺便问一下，我看 Amigo 群，这个是我那个缴过款的吗？啊、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就缴信用卡的啊。啊，你没有传？德伟，你是那个赖赖赖赖赖，拍谁拍谁？想说什么？因为他有什么？我想要点开最低应缴金额啊，这样子代表我缴过了吧？这看起来是还没缴吧？你要按下那个确认才是缴，你按下确认才是啊？对啊，不是我，啊，对啊，而且他写截止日期在那时候、欸，哎，已经过期了，过期嘞，对啊。没有，因为他昨天迟缴应该还好吧？不是，我昨天收到这通应缴费通知，不是对已缴费通知，对应缴啊，但是应缴你简单说你未缴，对啊，嗯，对，然后下面是说你最少要缴多少，但是两个钱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没差，就是你要缴这些钱，我已经缴了吧？你要按下去，如果你之后如果你按下确认就是缴了，嗯，哎，这个。对吧？他是会印出一个单子就要去柜台缴费，但是我好像有印象我缴过这个，那你就那可能就银行查一下，对，你要自己查一下，因为昨天要问一下，昨天没有，因为客服一直忙线中啊。那你要人家上班的时候再打。哎、欸、对，我从一点打到三点都忙线中，我就跑去睡觉。那就早上打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他也是之前处理信用卡的问题，他也是怎么样都打不进去，而且还被就算打通了，他也会一直丢皮球乱接。哦，对，他就按了新开客户，马上接起来。新开账户，然后让他去处理。哇！选项就是新开立新开账号什么东西的，你就按那个跟他客诉就好了。会的吧？笑死！哇！哎、欸，只是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？那我想说，我记得有个什么应缴金额是零，最低应缴金额还是什么是零？嗯、因为 我没什么，我突然就是没什么印象了。你看，老人记忆力。有些 Nono 真的挂了哎、欸！哇、嗯，怎么又爆啦？聊天室表示手机也不挂了、欸，哇！所以我们的游戏也挂了，开台也挂，那我们还是去打大乱斗。没什么趣，我已经在打了，没事。又想要再下载，杰克的要十分钟啊，最低对啊。
欸，所以团团，你把那隐藏人物都打出来没啊？还没，我还有一些没打。你什么时候来打架啦？我想打架哦。可是我的也还没。我现在也在解啊。打架，黑人在解啊，打出来了。他后面比较难解哦，相较之下。还好啦，我帮我第一个礼拜就搞定了。哇，又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晚上都在弄，我没有那个时间啊。你还好吧？我也好歹也是跟着有跟着你们开台的。没有啊，我开台以外还有别的事要弄啊。可是我还上班，而且我是上班，我还是上班回家哎、欸。那不然你要不要来帮我录东西啊？你要把它放在我这一个礼拜也是可以啦。好了，我应该载好了。好了，我来问聊天室看看。我可以送自己的台衣物吗？我现在是没有自己做也太酷了吧？看一下，哎，可以耶！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自己送自己礼物？是你要自己送自己礼物吗？不是，他们说一块钱的礼物都被拔光了，圣诞节礼物。我这边还有一个、啊。哦，是哦，一块钱都被拔光了、哦。嗯，因为666现在是两块啊。哎，对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太神秘了，你们涨价了啦！观众有人知道这次我已经缴过还是没缴过吗？好，继续，对不起。所以这是我缴，我记得这笔钱好像是，某个迷什么世界的金额，呀，吧，有点，我忘了哎、欸，你说单笔吗？不止啊，还有其他的游戏啦。哦、我想说你单笔就这样好猛，你这课很大哦。没有，不是啊，应该不是迷你世界，课很凶啊。迷你世界怎么可能课这么少？哦，哇！我真的网页开不起来，你们网页现在看得到吗？他们说就是前面开起来可以，后面开的都不行，网页都挂了。所以哎，早开有好处，嗯、还没哦。要准时来看台是有好处的。哎，早开有好处。好，我等一下出门教一下。顺便买一瓶。不敢出去改密码哦，看到密码了，你居然打在麦块。对，哦，真的、哦，表示我一直切在那里。你们不要加个把、啊、我就很不确定，你们也加把我就更不确定。还没把问号。现在虫子会挂掉吗？可能会吧。我刚刚前面虫子还没缴过，好，等下出门缴。感谢进来了，感谢感谢。所以现在差杰克而已，我还有三分钟，那可以啦，那我们再聊三分钟。那我可以出门缴费咯。太久了，太远了。不久不久，买个柠檬红茶。土肥下楼就到了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游戏不能用手写板哎、欸。为什么？这个游戏你要手写板干嘛？画图啊，我好闲啊。哎、欸，我们下次用手写板来玩麦块，我们两个。很晕。你就看到两个最强画家在原地转圈圈。我跟你讲，他说跟我讲这件事情，我拿的一瞬间，我马上把那个笔丢掉。有啊，你那时候不是说我从来没有用过？不行、啊，真的吗？我又看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愚人节那天放个十分钟的一天。哎呦，好，首次喵哈跟繁星合作三 D， 然后就晕了。还是我们三分钟应该先来玩一场啊？他可以那么快吗？快吗？试玩到哎吗？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快吧。没关系啊，他应该也快好了啦，他应该也快好了。那他还是你要想你要把整叠牌玩完呢、欸？哦，还有120张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、太多了吧？他可不可以减半啊？可以啊，其实应该可以减半的、欸。我们你就用、啊、先用一半吧，一半60，可以先把那丢到草地上。下去了哇，所以上牌，所以上牌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绘图板打喽，我有试过啊，被杀了我就换回滑鼠了。不要挡住他、啊！哎呦，我要画个大一点的，不要都挡在我这里，你是嫌我图是不是？那我们先来想那个吧，就是我们第一回要限制什么规则会比较简单一点。我们第一先限制是字数吧，先限制字数啊，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。你要不要先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？要怎么翻面啊？F 可以啊，字数好像有点难，这个好难哦。好，比如说怎么帮我们取，就不能太长啊。比如说，就最多四个字之类的。对啊，而且有你不一定要给取它的特征，你也可以乱取。
那我们就先两个字好不好？两个字比较好。两个字吗？先两个字啊，入。你说他这个样子要取两个字？对啊，就随便讲啊，随便讲啊。好。好难哦，这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好难啊。那个影片还蛮好笑的。记忆力不好的人有点那个。对啊。就是我不是贴这里，不是贴这里。对，这边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少一点第一回。等一下，因为60张我也觉得蛮多的，他没有玩到那么多张吗？啊，不然再贴，三十吗？先要不要看第一回先30哈？我觉得30就够痛了。30，对对对，可是会不会30张里面就有10几张都在命名啊？很正常吧？不知道哎。好，我猜好了。好，嘿嘿，不要再讲他了，我还没有画完啦，嘿嘿，没画完啦，不给你画，嘿嘿，翻桌哦，给你画，发了，不要啦，不要，翻桌好麻烦，为什么要给我？开始了吗？还没，你是不小心弄到的，嘿嘿。我把牌就丢到这个人身上。他是谁啊？没有人，没有。哦，那就是杰克啦。超可怕的！我要把这里丢到这个人身上。我来了，杰克进来了。来的。可恶！我找一个。这颜色好难抉择。啊？怎样？有绿色是不是？对，有啊、绿色、红色、粉色。好，来吧。这样像僵尸哎。对啊。嘿嘿。然后让那个你们看谁来讲规则吧，就再讲一次。嘿嘿，我要怎么拿起来？我拿不起来。啊，拿不起来！你按住抽起来吧。你按一下拉走就好了，不要按住很久。嗯嗯，我们就先全部牌放中间，然后确定好我们要怎么顺序了以后，第一个人先打开这张牌。那因为这张牌等于是我们第一次先翻出来，它还没有名字，所以你要先帮它取一个名字。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开始，所以先限定说我们先取两个字的名字。那名字没有规定，你爱取什么就取什么。所以待会儿如果下一个人翻见他，比如说这只叫芒果，哎，我就是要叫芒果，你这样取走。假设他叫芒果，然后下一次芒果又出现的时候，大家就比速度，谁先喊出芒果，那一张芒，哎、他是场上全部的牌都归那边那个人吗？嗯，应该是吧，要不然中间很乱啊。你说一直跌到那一张，对啊，因为像下一个人，你看他现在翻出了橘子，好了，还没翻出芒果吧？可是假设第三张他已经翻出了芒果。好，芒果好难翻哦。假设它是芒果的话，哎，你看现在有橘子出来，橘子好有橘子。对，那谁先喊橘子，应该就这边全部的牌就是他的。应该是啊，好难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哎，那这样，所以牌其实也不会太多啊。对，嗯，那这样其实还是都拿进来啊，拉进来，拉进来啊。其实还好，其实因为我忘记那个全部要那个放，然后最后就比。牌用完以后比赛看谁的那个牌最多吗？牌最多。好，没问题。完了，金鱼脑游戏，金鱼脑游戏完蛋了。金鱼脑游戏测试谁？来，那我们就那个啊，那就喵他先翻一张。开始顺时针，对吧、啊？顺时针，嗯哼，顺时针翻牌。我顺时针是往杰克那边吗？对，镜头就准备好了，镜头都准备好了，镜头先好了。我要叫西瓜。好，然后换杰克翻。杰克，火腿，好哦，火腿。然后嘞 ，F 吗 ？F 对 F。啊，这是挖沟肥皂。好，好，我转向啊，这样 F， 好难记哦，这个。月饼，你为什么？太巧了，等一下，他换名字了啦。这不叫橘子吗？哦，这个酸呀。那团团大喊，枕头，枕头。哎，想干什么？有珍珠带走好吗？啊！你这样烦喽，烦，我要烦喽，烦。
谁啊？白痴啊！在干嘛？是谁呀？我们今天第一轮先没有放炮规则，好了，我们之后再说。我刚以为我订阅跳出来，拍谁？长得很像啊，长不一样哎，他不一样，跟他就是有一些会真的很像。好，来，水滴，我已经忘记杰克了。水滴，好恐怖、哦！水滴，水滴，是啊，这样谁看谁快啊？谁知道、啊？这怎么没办法看谁快？人太多了。对啊，他说水滴，水滴，赶快等一下啊！对啊，比谁大声而已啊！哎哎哎，还是。